螺线管的磁力线。将螺线管通电后，再轻轻地撒上铁粉，出现美丽的图案。螺线管内的铁粉均匀分布，铁粉形状看起来像平行线，那表示螺线管内部磁场一样强。铁粉在管外的分布则发散开来，磁力线越发散，表示磁场越弱。由此实验可以观察螺线管所产生的磁场。